我现在是你灵魂的一部分，我的能力也为你所用。来晚了，来晚了，说好要提前报道的。霍雨浩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当我从积雪之中爬出来，发现我的身体里多了一股力量。千年魂环，这个冰地心成了你的第二魂环？是第二魂。这不是霍雨浩吗？你怎么还待在学校里？